二组密心不可得，即是安心经，但不可言其无。啊，这个故事啊，二祖是慧苦禅宗的啊，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这个法门啊，那么他在中国算是初祖啊，慧苦大师是他的传人啊，是在他麾下明心见性啊，那么这个故事一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大摩祖师好像在少林寺闭关呢、为什么没有这样根性人传法啊？所以他只有自己闭关入定等传法的人啊，等了很多年呢 有这么一个出家人啊，向他求法，心地很虔诚，对老师很恭敬啊，所以这个传人最重要一个条件，诸位要知道，尊师重道。你对老师不尊重，对所学的不尊重啊，佛菩萨来传的都没用处，你没法接受啊。绝对不是老师希望你要尊重他，不是的，啊，那个老师不是真善之士，还好名，啊，不是的，是你求道的那个真诚心。这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你那个诚敬心是从这些表面看到的。啊，他看到你有十分诚敬心，老师不会舍弃你啊。啊，一个老师一生没有别的，就是希望遇到一个好学生能传他道。啊，中国人所谓是不孝有三的，无后为大了。那老师的后人就传法的人啊。啊，这非常重要啊。啊，慧阔正十分诚敬。啊，冬天下雪啊，他在门外大摩祖师在里面入定啊，他在门外啊，站在门外雪积雪到膝盖了，可见呢他下雪下得很久了啊，积这么深的雪他还不走，一直站到了你那，大摩祖师知道啊，看到他就问他，好像他是跪在那个地方问他你来求什么啊，他说我心不安，我求大师来给我安心啊。大摩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摩的像啊，都是一个手撑出来，他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。大摩祖师那这个慧阔就找啊，找不到啊，心到底在哪里呀？楞严经上其出真心啊，那真找不到啊。
他就说啊，慧阔就讲密心不可得，说这句话我找不到心在哪里啊。大摩祖师回答话，我把你的心已经安好了。他在这一句话这点醒了，他就开悟了。诸下的人家的心的时候达到清净，所以一点之后他就平等了。啊，平等心是佛心啊，六度心是菩萨心啊。平等心是佛心呐，立刻就开悟了。所以密心了不可得，你不能说没有心。啊，如果说密心了不可得，那就没有了，那就错了。你要在这个地方做出这么一个答案，那不就没有了吗？你就掉到无明坑里面去了，你永远不会开悟了。啊，佛法永远是活活泼泼，在哪里呢？就在当下。啊，始终就在这一念。啊，可这一念不可得，这一念是啊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凡夫一念的时候，弥勒菩萨讲已经有32亿8000年了。啊，当下就是这一念，一念不可得，不能说他无。